北京时间1月6日 ,NBA 名记 Shams 透露雄鹿即将裁掉考辛斯以保持阵容的灵活性。对于这则传闻，雄鹿总经理霍斯特站出来接受了采访。在采访中，他并没有否认这一消息，并称这是球队的战略选择，双方未来有机会还会进行合作。雄鹿总经理霍斯特表示，没有考辛斯的加盟，我们无法度过这一个艰难的赛季。他对我们很好，而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他。裁掉考辛斯是我们的一个战略决定，这让我们空出来了一个阵容的名额，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在未来继续与考辛斯进行合作。12月初，雄鹿队遭遇了严重的伤病影响，球队内线空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雄鹿通过视讯签下了考辛斯。过去17场比赛，考辛斯场均登场 16.7 分钟，可以得到 8.7 分、 5.5 篮板、 1.1 助攻，表现不错。而在今天与猛龙的比赛中，考辛斯替补出场，打了19分46秒，八投五中，砍下15分10篮板、三抢断一盖帽的全面数据。不过，考辛斯与雄鹿签下的是非保障性合同。如果在当地时间1月7日前，雄鹿没有将考辛斯裁掉，那么这份合同将变成保障合同。最终，雄鹿赶在合同截止日前选择裁掉了考辛斯。客观来讲，考辛斯在雄鹿队打得不错，他还是一个不错的内线轮换球员，对于联盟中的很多球队都具有吸引力，比如说东部的篮网、热火，西部的掘金、湖人等球队。再加上现在联盟疫情严重，各队都有球员缺阵的情况，考虑到种种原因，考辛斯想要留在 NBA 并不算难。